前呢，跟你讲个笑话。有位妈妈带着三岁大的孩子去逛百货公司，然后你知道吗？去百货公司就很多部门的，然后妈妈就带了小孩子，三岁的小孩子，儿子呢去了玩具部。哇，你知道小孩子，三岁小孩子去了玩具部，就忘我境界，不亦乐乎的，然后待在那边不肯走。竟然这个三岁的小孩子爱上了芭比娃娃，芭比娃娃。你知道芭比娃娃是女孩子女生玩的玩具来的，一个男生玩芭比娃娃好像不贴切，所以妈妈就劝他说：“哎呀，你好不好不要玩这个玩具，叫爸爸买铁金刚给你玩。”那个孩子在那边就哭着闹着，一哭二闹三删掉，还没删掉，就是一哭二闹就对，在那边哭着，然后以为妈妈说：“哎呀，拉着他走就可以了。”他竟然耍赖，倒在地上。躺在地上在那边哭，大声喊着：“我要玩女人，我要玩女人，我要玩女人！”当下所有的眼光目光都看着这个孩子，看着他妈妈，他妈妈极为很尴尬，然后认为这个三岁的小孩子很勇敢，很勇敢地表露他的心声，他要玩女人。结果妈妈很无奈的情况下买了芭比娃娃给他玩。兄弟妹，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如一个小孩子，小孩子的信心很大，他从来没有想到妈妈有没有钱买芭比娃娃给他，他也没有想到妈妈会不会买芭比娃娃给他，但是他懂得一招，就是哭，就是闹，来直到他的妈妈给他所要的。为什么基督里面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信仰耶稣，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得不着，可能你要回转像小孩子那般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啊，我要芭比兜，上帝就给你的应允。今天我要给你看圣经，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在哪里？列王记上就在列王记下的前面。安娜，我要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圣经。哎，列王记上 First King Chapter 18 Verse 21 to 39， 列王记上第十八章21节到39节。如果那个字太小的话，我请你跟你旁边有圣经的一起看share一下，对，翻过去跟他笑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认知一下吗？对，给我读圣经的二本。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复答。23节，我跳啊，23节。当给我两只牛犊，巴黎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你们求告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货神好。”跳26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字，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所筑的坛视为越跳。27节，到了正午，以利亚讥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过莫想，过走到一边，或行走，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规矩，用刀枪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晚，现晚祭的时候，他们恍惚乱叫，却没有声音，却没有应应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这里来，众民就到他们那里，他们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OK， 已经 next 了吧 ？OK， 有办法了。OK，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
盛满水，倒在燔祭和台上。到了献燔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前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名行这一切事的。”当七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运用我，使这名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名的心回转。38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39节，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稍微讲一个背景。上帝使用一个人叫以利亚，以利亚是上帝在圣经里面上帝重用的几位先知之一。我只能用四个字形容这位以利亚，就是空前绝后。就是说，上帝兴起以利亚这个先知呢，就从天降火下来烧掉燔祭，之前没有人做过，之后也没有人做过了。上帝用这个先知做一样的神迹。那你了解一个背景，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年代，以利亚的年代是一个大家都忘记，把上帝都忘记到一干二净的一个年代，没人寻求神，没人敬拜神，也没有亲近神，耶和华的坛都被拆毁了，被遗忘了，三地都西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年代呢，是完全没有敬拜神、没有敬畏神的年代。然后呢，以利亚为了要复兴整个以色列，他祷告上帝，求上帝说3年零6个月不下雨。那个时候真的是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是一个旱灾的年代。同样的，今天兄弟姐妹，我要跟你讲，上一次我要跟你讲到火啊，讲到水的神迹，对不对？今天我要跟你讲关于火的神迹。在圣经里面呢，火是一个相当很重要的一个物质。每当圣经提到火，都跟上帝有关。比如说，上帝很喜欢火，甚至将自己称自己为烈火，上帝是烈火 ，God is a consuming fire。然后圣经在旧约里面呢，一次提到火的就是摩西在荆棘火着的荆棘里面遇见了神。在火里面呢，火堆里面呢，上帝跟摩西讲话。在新约来到新约里面呢，施洗约翰说耶稣要来为我们做什么，就要用圣灵和火为我们施洗。在早期教会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来，圣经讲如火焰般降下来充满教会，教会从那一天开始就充满着能力恩膏去传福音。甚至圣经也提到耶稣将来要再次回来的时候，也显现在我们当中说他的眼睛像火焰般那样。所以你会不难看到哦，圣经很着重、很讲究火，但是今天我们活的年代是一个没有火的年代。你不相信吗？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们活在一个很火、没有火的年代。以前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人家来找妈妈，妈妈啊，你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厨房里煮饭。哦，煮饭啊，煮饭，那个炉有火吗？有火，有 gas 灶嘛，对不对？今天你跟小孩子说，妈妈在那里，妈妈在厨房煮饭，有没有火？没有火，为什么没有火？因为现在用 heat induction 不了，看不到火了。我们活在一个没有火的年代。然后牧师，对啊，我们有每次庆祝生日都有插蜡烛嘛，然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就吹掉蜡烛嘛，对啊。蜡烛有火，但是等待被吹灭的火，是没火的一个火。而且如果你知道哦，蜡烛工业哦，蜡烛事业已经是迈入黄昏的事业了，很多的蜡烛店都要关掉了，所以没有用嘛。请问还记得上一次停电
是几时啊？你用蜡烛的时间是几时啊？好像是越来越少了，甚至现在停电都不用蜡烛了，用 torch light 就可以了。有的 handphone 已经是有灯的了，有吗？所以你看到的时代，这个世界呢，已经是慢慢的没有我了。今天我要你看回来圣经，圣经要我们回到我们生命中要有上帝的火。当上帝的火燃烧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我们生命的一切都会改变。阿们。我们来看几个，第一，我有七个步骤要给你看。第一，我们来看 choice， 第一个 C， 选择。在以利亚的年代，大家都忘记了上帝，他们都是三心两意的，是一个很把上帝忘到一干二净的年代。所以呢，人最可怕的不是什么，不是拥有什么还是没有什么，而是做错选择。就像你走一盘棋，一开始走错路的时候呢，整盘棋你都输了。选择真的很重要。在以利亚的年代，以利亚准备空前大绝后的大复兴，祷告给他旱灾，然后就呼吁 open challenge， 叫所有那些拜偶像、那些巴力的神来，他一个人独当一面的面对所有拜偶像的人说：今天如果你巴力是神，你们就拜巴力吧；如果耶和华上帝是神，你们要回转回来拜上帝。我们看到以利亚呢，来叫所有的人做一个选择。就像常常我有你做年轻人的时候，我常常有青少年人也是一样，他们常常玩耍玩得很疯，疯到一个程度要考试的时候，哎呀糟糕了，明天就考试了，怎么办？又没有读书，读不好，他们就祷告：上帝啊，只要你给我过关 pass 就好了， pass 就好了，不要拿 A， 他就好了，我就永远的服侍你。上帝很好，给他 pass， 不只是给他 pass， 也不是给他 B， 甚至给他 A plus。 哇，你说我年轻人，哇，你读书很厉害哦，不错哦，哈，你知道吗？我读书多辛苦啊，读到拿 A 是很辛苦的。他把上帝给忘一干二净，他没有把荣耀归上帝。有些人，大人，他们遇到经济问题，他们生命中有大问题的时候，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啊，肚子家里帮助我回去关，那些帮助我回去关，我靠 N1 来学晒咯。上帝好，上帝很好，让他过了这一关，不止给他过这关了，让他从此以后活血起来。可是人活血的时候呢，就把上帝忘掉了。兄弟弟兄，为什么这礼拜你没来敬拜神？哎呀牧师，你不知道我生意做那么大，哎呀我没有时间来，没有时间来。他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信仰对某一些人来讲啊，只要方便我就 OK， 如果麻烦到我呢，莫搞了，莫搞死了，真的是。今天你不难看到在你身边里面、有这样的人。哎，你去教会了？哎，我以前也去教会，我们讲红高，哎，我打一百分去高等。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你现在没有去教会？哎呀，你不知道，我来教会啊，我叫耶稣给我后生，但是好像很慢哦。结果跑到二条路、三条路去拜神哦。我说神很好，你要努力过不了，我就后生起来了。对，我相信你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人，对不对？这个人其实他拜的神，红高心也不是他的神，那些昂光也不是他的神，谁是他的神呢？钱，桌子才是他的神。那你可以给他喝水，那你就是他的神。所以你做选择真的很重要。第二，挑战 ，next， 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来到上帝面前，以利亚做一件很哇哦、很疯狂的事情，就是把献祭献在那个祭坛里面了，叫所有的人不要点火。这个是正确的。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很多事情。我们用自己的火，我们自己来点火。你用莱德点，
点完了 gas 没有了，也就是没有火了，因为你的只是有限，你可能用火柴掐一声，那个火柴也会用完，那个火也会用完。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的火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讲，人家英文讲 Your way or God's way， Your way or Yahweh， Yahweh 是上帝的名字。你是选择自己的路，你选择自己来完成你自己的你的事情呢，还是把上帝摆在你的前头？可是你说牧师没有火怎样献祭啊？如果你要你等候上帝的火，上帝会亲自降下火来燃烧。我们要胆敢信仰耶稣，我们真的要胆敢来相信。我们要胆敢挑战上帝。上帝是，如果他是这么伟大和这么有能力的，我们要敢挑战上帝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我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哎呀，生病赶快吃冰糕两粒啊，发烧吃冰糕，赶快去看医生。哪是你的？我不是说看医生吃冰糕是错的，都好的，但是好不好？下一次在你生病的时候，让上帝有机会医治你。为什么你不能祷告上帝？上帝医治我。如果上帝你祷告之后病还没有好，下去看医生也没有迟。我们应该让上帝有机会在你生命当中做工，因为他是能够接受挑战的上帝。然后你就有机会有见证，对人讲见证。那一天哦，我生病得很辛苦，但是感谢神，上帝医治了我，又省钱，又不用花钱给医生。昨天是没有医生吗？不是故意的，但是真的。你可以依靠上帝。哎，有些人说，哎呀，你说为什么这几个礼拜没有看到你来？哎呀，牧师，我最近经济很大问题，我钱不够用。然后为什么你没有来呢？我礼拜天也去做工。赚一点 OD 呢，我就问他，你一个礼拜多赚四个小时的 OD 能赚多少钱？100多块咯。我说100多块，四个礼拜只有400多块，能不能挑战上帝一下？我就把这2个小时奉献给上帝，我来敬拜你。我的问题，我400块的问题，你来看我解决。我们是时候要挑战上帝哦，我们不要只是信仰耶稣，然后就如果你没有觉，你不敢也不会觉来挑战上帝啊，你跟没有信仰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模一样。我们是时候要学习来如何挑战上帝。第三，把时间都有足啊，第三更该吧，以利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重修已经毁坏这祭坛。你问我牧师什么是祭坛？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什么是献祭的地方？就是你跟上帝见面的地方。多久你跟上帝没有见面了？你多久没跟上帝见面了？你的祭坛放在那边三个三个东西有多久了？以利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重修已经毁坏掉的祭坛，重新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你多久没有读圣经了？你多久没有祷告？让我们回转，兄弟姐妹，让我们回转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不要做强盗，兄弟姐妹啊！我其实有做强盗，因为你偷了上帝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做强盗，我们应该的时间给上帝，我们却拿去做别的东西。我们给别人的时间都不给上帝的时间，兄弟们，我们要回转，我们要把时间来分别为圣给上帝。全世界最大间教会的最大间教会的牧师赵永基牧师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他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所以我不可以没有时间祷告。”听懂吗？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所以我不可以没有时间祷告。他5点半就起来祷告了。Hello， 我最近又读了一个报道，统计最新的2011年的报道。他说，美国教会几乎教会的牧师啊，每天平均
祷告三分钟。难怪教会那么软弱，连牧师都没有祷告。如果牧师不祷告，怎么推动兄弟姐妹，怎么推动上帝的儿女去祷告？我让我们回转，让我们重建捣毁拆毁的祭坛，让我们回到跟上帝见面，我让我们回到祷告，不要让圣经成为你礼拜天才拿来的拿来而已。当然现在很多班连手 handphone 都有圣经了啊，不要把圣经放在家里，让它很圣洁的待在家里里面，让它肮脏一点好不好？我常常讲 Dirty Bible Clean Christian 啊， Clean Bible Dirty Christian， 你要做哪一样的基督徒？就说肮脏的圣经，清洁的基督徒；清洁的圣经，肮脏的基督徒。那你自己去想，你要做哪一样的基督徒？那我们来回到来吸收更多上帝的话语。然后，有的人在家里是一个态度，在外在来到教会是一种态度。我常去做探访啊，我常听到啊，哎呦，不是啊，你不知道我儿子的懒惰的要死，吃饱饭都不洗碗啊。有些，可是他来到教会，哎，弟兄你好，感谢神，感谢神祝福你啊，你很好，感谢神。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做给外面给人家看的。你知道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每当你祷告的时候，请你进入你的暗室祷告。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耶稣讲这句话就代表说，你在一个人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你是否还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不是表现给人家看的。基督信仰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基督信仰是不管你没有人在的时候，你仍然在这样做。有些人，我也上过班，我也做过生意，我也知道做员工如何做一个员工。我们有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六点下班，九点四十五分，多谁了？还有十五分钟，赶快去厕所补妆一下，快要下班了。等一下去哪里玩呢？你要去哪里吃饭？我们偷了老板的时间。我们在 office 里面，两只 ball band 拿回家给孩子用，哎呀，不用买了，反正是阿公的。有些人在上班的时候玩 Facebook， 老板看不到玩 Facebook。兄弟妹，你有没有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我们整个信仰是要活出来的，而不只是一个摆灯给人家看而已。你必须要回来，要重新修为，更改你的心态的态度。阿们。我们来看第二个C，付代价。那我在讲，你要记住哦，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旱灾，是没有水的社会。所以呢，旱灾是一个什么？在旱灾的季节里面哦，什么东西是最贵的？水哦。今天以利亚做一样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很特别的事情，就把四桶装满水的水，四桶水倒在祭坛。很多人信耶稣没问题，但是你说，哎呀，信耶稣还如果要这样更改变一些东西，要付出代价，他们就要重新想过了。只要不影响我的生活了，信耶稣是没问题的。但是信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多时候不是付代价的问题啊，我们常常跟上帝讨价还价。上帝要给了不了，我们常常说上帝我给你那么多，代价不是你定的，兄弟姐妹，代价是上帝定的。如果那个代价是你定的，那个就不值钱了，肯定的，你给的不够多了。代价是上帝定的，那个价钱是上帝定的，而不是你要给多少，而是上帝要多少。兄弟妹，我想你要付出代价。
如果你希望上帝的火降下来在你生命中燃烧，你必须要付代价。我这边有个短片给你看，大概一分钟。创造是要荣耀基督，一生荣耀他。有时我在想，我们啊，基督徒啊，都不如一只啄木鸟。啄木鸟难道不知道蛇的危险吗？难道他不知道蛇对他有生命威胁吗？难道他不知道有困难有害？那前面那个是困难来的吗？可是我们看到啄木鸟，他就是要完成他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啄木。基督徒，可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一点点的伤痛我们就放弃了，一点点的伤害我们就放弃，一点点的难度困难我们就放弃了。兄弟妹，我们要付代价。你被创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大家，我相信这个短片已经讲所有一切，我都在讲。可是很多人就是很容易的放弃了，和不能坚持。难怪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收也不种，天父尚且养活它。天上的飞鸟也包括啄木鸟，上帝让它不种也不收。尚且他能活住，尚且他被蛇咬还能够活，因为上帝有上帝的看顾保守。你比啄木鸟还要珍贵，还要宝贵，兄弟姐妹。为什么你不肯也不愿意为上帝付代价？难道上帝要让你看到你死，他才叫？不是的，上帝爱我们比爱这只鸟更宝贵。我们要付出代价。Next, C, confident, 信心。我们看到呢，以利亚把这个水呢倒在那个柴里面。请问，柴试了还能不能再烧啊？不能哦。柴试了还有没有用？柴试了就不能用了哦。广东话叫杀柴哦，一演变叫杀仔喽，啊。然后没有不能试不能着火的柴叫杀柴，简单来讲也就是坏柴哦。你有没有觉得你生命当中你觉得自己很坏柴？
不要笑，真的是。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环境里面，你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人怎么样的看法，你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环境里面，你的信心应该建立在上帝里面。阿们阿们。当上帝说能够烧就能够烧，不管你的财有多少，上帝说这个火一定要降下火在你身当中，就尽管你是四财也能够燃烧起来。问题是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你的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呢，还是建立在神的身上？你的信心建立在环境里面呢，还是建立在耶和华不变的里面？就比如说聚会过后，我找维权弟兄，维权弟兄今天敬拜得很好，我感谢神。如果他只是一直以来要表现，为了要表现而表现的来站在台上，他可能会打我这句：牧师，你意思说我以前就我以前你敬拜的就是不好啦，这次很好而已啦，以前都不很好啦，只有此理讲不好，对吗？但是当然我打个比方而已。所以你必须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上帝的里面，而不是建立在人的里面。有些人啊认为，哎呀，我再怎样做啊，我都达不到上帝的目标的啦，我怎样做也得不到上帝的标准的啦，好了，我就来教会拼命的服侍，拼命的服侍。他用服侍啊来抵债，知道吗？我告诉你，上帝是荣耀的，今天你没有来服侍神，上帝仍然一样那么荣耀。你的服侍只是能够你沾到光而已，那是你的光荣，不是因为你能帮助到上帝多少。不要以侍奉神来比赛，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 Next， 最后呼求 call。我们看到以利亚把所有东西摆好之后，圣坛那个祭坛建立了之后，把那个牛犊宰了之后，把那个水倒在那个祭坛之后呢，他最后做一件事情，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他说：耶和华，求你。有时候常常质疑啊，你的问题和你所需要的是这么需要吗？我常常有些人打电话，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我很紧急的为祷告，你为了祷告好，我为他祷告。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哎，弟兄啊，怎么样啊？情况啊？什么情况啊？你哪个情况？他都忘记他的祷告啊。如果那个祷告那么重要，那祷告这么的影响力啊，他都会忘记啊。你说他那个祷告那个需要是这么需要吗？难怪上帝不能够听你的祷告，因为你都没有来到上帝面前呼求。很多人的祷告是上了天一半就跌下来了，因为你都把它忘记掉了。还持有持理，还叫牧师祷告，牧师还把它记在心里面，还问他怎么样进展，怎么样了啊？什么啊？你忘记了没？两个星期叫祷告，有没有啊？这里面最后第六个，你一定要呼求上帝。介绍你一个人，这个人叫 John Snow， 在16世纪里面，他是一个苏格兰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在400多年前，苏格兰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他因一个人的情况能够影响整个国家改教为基督教。他很有名的一个情况就是他的祷告，他祷告是相当很有能力的。他当时你知道吗？今天也是一样啊。英国、英格兰和苏格兰是两邻居嘛了，很靠近的两个国家邻居。可是他们是世仇来的，常常打架，常争战争的，几百年来都是战争的。那当时的社会 ，John Snow。英国的女王叫 Mary， 大家都叫她 Bloody Mary， 血腥玛丽。如果你今天去喝酒，叫一个 cocktail Bloody Mary 就是这样来的。为什么叫她血腥的玛丽呢？叫她是 Bloody Mary， 因为这个女王很坏，
在他助位的期间呢，他总共把基督杀掉300多个人，还有他为了要娶啊，因为他女王嘛，为了他要娶更英俊的丈夫，他就把他的大的丈夫杀掉来娶年轻的丈夫。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人，邪恶到一个程度。可是他有一句话讲，就算整个欧洲的军队来跟我打仗，英国跟我打仗我都不怕，但是我只怕一个人，就是 John Snow 的祷告。你知道 John Snow 怎样祷告吗？ John Snow 在自己的家里面有一个花园，这个花园里面有一个小洞，他总是跑到那个小洞里面祷告，每一天晚上都跑到小洞祷告。每一个祷告的过程是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每过一个小时，你就会听到一个呼喊，一个渴慕追求，一个呼喊的声音。Oh God！ 一喊那个祷告呼喊，整个村落都听到他的祷告。他有一个祷告很出名，叫做 God give me Scotland or I die。翻译成华语说，上帝啊，你把苏格兰交给我，要不然让我死掉了。教会需要这么样祷告的人。今天祷告的人跑去那里，这么呼求，这么祈求，这么呼求的人跑去那里。如果今天槟城教会要翻转，教会要复兴起来，我们需要有这么呼求的人。兄弟妹，你看你的祷告为重要吗？你看你的问题，你的需要为重要吗？让我们好要学习，好像 John Stott 这样，回到上帝的同在里面来祈求他。我们需要回转，我们需要祷告。一天他在祷告出来，就跟朋友分享说，上帝的救恩已经临到了。大家都问他什么意思，什么叫上帝的救恩临到，他自己也不知道。隔天看报纸的时候，报纸大的封面写着玛丽女王去世的消息。他是一个祷告，他是一个呼求的人。最后你要看到上帝的火来临到你的生命，来燃烧在你的生命。今天的问题不是因为你没有来教会，不是因为你没有祷告，没有寻求神，是因为你缺乏你那个伟大的缘由、理由来敬拜神，来寻求神的一个理由。以利亚说：“主啊，要让所有人知道耶和华你是谁。”我们要复兴，我们要让火燃烧和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最主要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人知道耶和华是活的神，而且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我给你七个 C， 这七个 C 来处理你的危机。第一，你必须要做好选择，而且是要做对的选择。我们要敢敢的挑战神，如果上帝是伟大无所不能的，我们要敢敢的挑战上帝。然后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到上帝的面前。第四，我们要付代价。啄木鸟一生被塑造、被创造的你的目的使命就是要成功，基督被创造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第五，你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上帝的里面。第六，让我们不要做一个爱睡的人，让我们做一个祈求、懂得祈求、祷告的人。最后，把所有的荣耀，把所有的源流，我们只有一个源流。如果你要上帝的火燃烧在里面，必须要让人知道，让人看见上帝就是伟大的那位上帝。让我们站立起来。